している。クリアしてる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开箱嘅就系呢个 SHF 蒙面超人 XA 无敌形态啦。咁而家即刻开箱先。咁呢度咧一共有两层嘅，咁我哋先睇一睇咗个公仔先。咁而家睇一睇个公仔先啊！公仔头呢一度，咁呢度左右屈咧就屈唔到嘅，因为呢度定住咗。咁上同下咧都可以喐到少少。手呢部分，膊头嘅肩胛呢度可以褪出嚟，咁但系手臂咧举起咧就举唔到九十度水平线。咁手腕呢度咧亦都可以向外屈嘅。拳头呢部分咧亦都可以旋转。到后面头发呢度，咁公仔本身呢度黐住嘅头发咧，都系直发嚟嘅，冇得屈或者转向其他方向嘅。咁腰带呢度咧，亦都可以向内屈嘅。脚呢度，咁同其他 SHF 一样啦，可以大幅度咁屈起，小腿咧亦都可以向内屈好大嘅幅度。咁脚腕同埋脚掌咧一样都系可以屈起摆其他姿势嘅。咁头发呢度，如果要换嘅话咧，直接捉住头发顶少少，向后一掹咧，咁就可以掹到落嚟噶啦。配件方面，咁除咗本体个拳头手型咧，亦都仲有其他三个手型嘅。咁另外仲有一把剑。咁第二层咧，亦都放咗其他嘅发型，可以俾玩家去更换嘅。咁最后都嚟个小总结。今次嘅 XA 无敌形态咧，造型做得相当之好，但亦都有几个问题嘅。第一，而家喺价钱系相当之贵，差唔多要成700几蚊港纸，咁未必每一位玩家咧都可以负担得起。咁第二，头发嘅造型太少啦，实在只系得直发同埋配件个曲发。咁我个人就觉得头发嘅配件可以再俾多少少。咁最后，公仔身上面嘅尖刺位咧系好多嘅，大家玩嘅时候记得小心啲，唔好整亲自己只手或者整烂咗只角啦。咁今次嘅开箱影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记得 like and share。咁大家亦都可以 follow 下我哋嘅 IG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